者詹香马台北报道，曾之乔出席八品代言活动，自曝最长曾七天不洗，一直喷钱洗发应急，他笑喊不爱洗头，过去也因此闹笑话，被心仪男生闻到头皮味，最后两人也没机会进一步发展。被问到是否闻过合作男星头皮味，他笑回男生大部分是口臭，遇到他通常会撕下一口香糖给对方提醒。曾之乔刚拿下一丑最受欢迎新人肯定，他表示在后台有遇到恩师李亚明，开心听到恩师称赞肯定，但李亚明也指出他的盲点，不要觉得自己是会唱歌的演员，你可以唱，只是不相信自己是歌手。恩师一针见血评论，喝得他直呼哇，一眼被看穿，他近期放慢工作脚步，空闲时间积极上课充电。他坦言到了该转型的阶段，过去他总被称是末年偶像剧女一，是肯定也是框架，希望未来不管是演戏代言都能不同以往有新表现。曾之乔出席八品活动，大秀靓丽发质，华言提供曾之乔出席八品活动，大秀靓丽发质，华言提供。